哥，有一说一啊，这个挺难顶的。立天宫带不了这个东西，立地府带吧，属实可以。说实话，这个武器啊，立地府用不错，打三宫华山三宫队四宫队，可以给立地府整上。到时候这个女立地府也是贼暴力。这是立地府的，这是这把武器唯一的出路了，卖给立地府。但是这个号等级又低，所以说年华哥这号这武器先不升级，留着对吧？自己看一阵子。最近150频出这种超级，也不算超级吧，反正就高伤武器。门。说女门派女魔族是没有物理系的，要不然转个凌波城，那如果说是个凌波城或者大唐都还行。